好，那我们补充一下，我们刚刚这样切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我虽然有点，确实会亮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，我这个网页互动区是没有，不会改变，因为我这边呢，网页互动区的点击灯泡就是跟这个有关系。好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加这一块，所以你现在把它加进来。那这个时候记得哦，你是不是要先停止再执行一次？好，现在我点开，有没有这边就亮了？再点一下，是不是两边就同步了？这样了解了哈，所以有没有发现跟你学习 Scratch 很像，只是差在说，我们现在用的板子不一样，好，板子不一样哈。